是你最重要的一个，你最喜欢的歌，因为有很大的意义。一身黑皮肤，白手套。我最喜欢最喜欢这个玩具，轻松熊。所以你会把他当朋友去跟他倾诉就对了。OK， 好。好他是我朋友，陪我上班，陪我靠过来，有最适当我，当我追不住，有他听着我进入梦中。台湾第一次见到朋友，好醒了，世界依然残酷。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抱着，所以我觉得猫玩具是最实用的。